胖最明显的地方在哪里？肚子，看不出来。我不会让你看出来。所以那时候吃完全没有罪恶感。没有。都没有自己。没有羞耻心。因为通常过年一定都会被关心一下进度啊，尤其是大人，就是一声不响的就又结婚又做爸爸。他们都问你，对吧？所以家人。而且他们都不用去关心这个事情，就是。大家会帮他关心吗？就是你们会帮他关心吗？虽然就看到新闻说哦，还没有钱。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那你目前是大人小孩的搭发的人？对，英文可以。不要，非常洋派，非常洋派。你有觉得自己是很宠小孩的那种吗？我觉得这都是这样子啊，干爸不就是这样，不用负教育上面的责任嘛？你就是一直溺爱他。对不对？然后宠坏他，然后让父母亲去收烂摊子。不是这些小孩子，你都会说啊，妈妈说不能吃糖，啊，吃一个没关系啊，吃一个。你不要理你妈，然后。那他现在比较爱你，还是比较爱你的手机啊？你说谁？我说那小孩。是一块肉而已，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体重。所以你不会因为就玩别人小孩玩一玩就开始很好的？怎么了？觉得小孩真的是太可爱，就决定要开始无套，过无套生活。好尴尬啦！不是我在想，这个无套什么关系？你要无套就无套、啊。像我之前讲的，就是我也希望，就是如果我现在真的可以是那样的状态，是希望我自己也是准备好的，对吧？就是我是有时间可以陪他的，不想要太忙碌。所以目前忙碌的状态，你是觉得还会吗？我是觉得不是很理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